亲啊，亲就不敢了，这个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今天来到了青铜峡古镇，这个标志性门头也是很霸气的。第一站是阿宝的萌宠，穿过幽暗的森林就可以看到可爱的小动物了，这些蛇呀蜥蜴确实挺可爱的。导游小哥哥给我特殊照顾，跟可爱的小动物来了个亲密接触。啊，放心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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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亲就不敢了，这个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前面还有小鹿、羊驼可以投食，这里的小老鼠可以当鱼一样钓起来，还有花孔雀、白孔雀，各种珍禽。黑天鹅在一起永远都是爱的形状。儿童游乐区可以暂时解放大人，我这个大儿童也要一展身手。如果过夜的话，有酒店和别墅可以选择，别墅是这种四合院的风格，装修大气，很宽敞。来到汤泉区可以泡掉一身的疲惫。他们家的二楼有超大的无边框，泳下非常的爽。今天啊，带你们来插一猛子，各种功能的汤池随便你泡。这个水床哈，咱们感受一下。这边还有小朋友戏水区，快带上你的家人来吧。